為保持感恩祭的莊嚴與神聖及避免影響禮儀的進行，請各位緊記將手提電話及其他響鬧裝置調至靜音模式或關上，多謝合作。感恩祭現在開始，各位請起立，進堂詠讓我們一同詠唱眾恩第七十六首，第七十六首歡欣常樂於常主。聖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将来临的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兄弟姊妹早晨。咁我哋呢会系去到第三个嘅主日，呢个嘅主日呢教会都话方便我哋听啊，要等等等，但系等呢我哋有冇呢份咁嘅忍耐咧？啊，有好多時我哋喺翻我哋嘅生活習慣嘅裏邊，我哋成日都會話嚇要等人嘅時間啊，好似人哋唔準時嘅時候咧，就會咁啊指住個表啊，等你唔耐煩。唉，呢個係好真嚇，我哋會話如果祈求上主嘅一個來臨，我哋如果有呢份咁嘅心咧，係會係懷住啊一份嘅希望。懷住一份的期盼，好像這個的感恩經裡面，我們會等到祂呢終於會來臨。好了，讓我們能夠在這個的整個十二月裡面，無論是聖母的無染原罪的慶祝，三個星期我們的一個將臨期的一個來臨，今天是喜樂主日，讓我們懷著這份的心效法今天的約翰能夠好準備自己為主咧嚟到去修橋修路。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为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信，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忠心同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正怀住信德，期待主基督的诞生，求你使我们因这个伟大的救恩满怀喜乐，也都求你使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隆重庆祝这个救恩的来临。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同埋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和。各位请坐。愿年读经在主日感恩祭礼仪书第21页。高读以撒以亚先知书。吾主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富了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布喜讯，治療破碎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宣告上主恩慈的喜年。我要萬分喜樂於上主，我的心靈要歡躍於我的天主，因為他給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給我披上義德的外衣，使我有如頭戴花冠的新郎，有如佩戴珍珠的新娘。正如大地怎樣產生苗芽，田園怎樣使種子發芽，吾主上主也要怎樣在萬民前產生正義和讚揚。上主的话，感谢天主。搭唱咏，有我哋一同咏唱颂恩第299首、第299首，来回应上主的圣意。
攻讀聖保祿中途至德撒諾尼人前書。弟兄姊妹們，你們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不要消滅神恩，不要輕視先知之恩，但應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各種壞的要遠避。願賜平安的天主親自完全聖化你們，使你們整個的神魂、靈魂和肉身，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臨時保持無瑕可指。那召叫你們的是忠信的，他必實行。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福音前歡呼，各位請起立。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播喜讯。姊妹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共讀聖約望福音。主權光榮歸於你。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名叫約翰。這人來是為作證，為給光作證，為使眾人藉他而信。他不是那光，而是為給那光作證。這是約翰所作的見證。當時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立位人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誰？他明明承認，並沒有否認。他明認說：我不是墨西亞。他們又問他說：那麼你是誰？你是厄利亞嗎？他說：我不是。他們又問：你是哪位先知呢？他回答說：不是。於是他們問他說：你究竟是誰？好叫我們給那派遣我們來的人一個答覆。你自己說你是誰？他說：我是在曠野裡呼喊者的聲音，修直上主的道路，正如伊撒爾亞先知所說的。被派遣來的有些是法利賽人，
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墨西亚，也不是厄利亚，也不是那位先知，那么你为什么施洗呢？约翰答复他们说：我以水施洗，你们中间站着一位，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这些事发生于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约翰施洗的地方。上主的福音。听到三段的读经，我们说看回整个的十二月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铺陈，教会其实是给我们会看的，这个的圣诞我们会呢是单单是这样很随意的，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个的电子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连埋这个 Merry Christmas 呢都不讲的，叫做 Happy Holiday，即係好似將一樣嘢係變成咧俗化嘅得㗎啦，冇所謂啫，即係呢啲咁嘅都係一個嘅，係又到聖誕咁樣，咁我哋咁樣過咗去，但係嗰個聖誕有冇咩嘅一個意義喺度咧？記得睇翻上個星期嘅星期五啦，咁咧就我都用咗個地方就去話係與好多人咧係會唱反調，點樣唱反調咧？就嗰啲嘅猶太人啦、先知嗰啲嘅假嘅先知即係或者佢哋會係對方約翰咧同埋耶穌就有唱一啲嘅反調咧，就係詆毀佢即係話咧，即係耶穌嚟，同埋呢個約翰嚟，約翰嚟嘅時間係抗議嘅呼聲。但是在这个的呼声的背后会不会是有一份的究竟他是哪个呢，他的一个施洗有没有这样是真正的是使到人能够受到这个的感染呢，有没有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份的转变呢，没有。好了，到了耶稣来同翻人呢是有一份的开心有一份的喜乐在这里，但嗰啲人咧會覺得，八支幣啫，都唔咁樣叻，咁樣即係等等。嗱，如果我哋冇呢份咁嘅心咧，即係會係話，天主喺以撒爾啊先知嘅口中咧，就會話翻俾人聽咧，係會係話，喂，你嘅子子孫孫好似沙嘅咁樣多，沙粒咁樣多，你嘅所有嘅你嘅呢一個嘅。世間上面咧，好似呢個天上面咧，嗰啲星辰咧咁樣嚟繁多。嗱，呢個咁嘅係一份嘅承諾，一份嘅一個心咧，佢話翻俾我哋聽，天主係真係對我哋係言出必行，言出必行好重要。好啊，讓我哋咧係去睇一睇，得。等。最緊要嚇，我哋會係一路同翻大家會講嘅咧，係因為技術上嘅問題。聖母對天主一份嘅應承，呢度咧係有一首嘅敬拜嘅歌《Mary the General》。咁好多咧，即係我哋會問翻：喂，聖母，你知唔知你呢份嘅應承個 fiat 承諾係乜嘢咧？聖母，你對翻天主可以話你講一句嘅啫。天神對你的一個問候，你就會說你就這樣答應嗎？你知不知道你的一個承諾是什麼呢？這個很值得我們去看我們說有時答應人這樣不要下輕
啊，你答應了你要做的。聖母和天主這份這樣的結合，你沒有這份這樣的心呢，你可能呢是真真正正在後面那裡，你知不知道你生這個的兒子呢有更大的、啊、一個可以說呢是一個的將來呢，這樣、啊、這個讓我們呢去沉思一下得不得氣、啊、OK 人、啊、我們看回來呢看回後面那裡，特別他不是拖長、啊、那個的一個的表達，而是真正呢是一份的心。 Mary did you know相信咧，大家會睇咗啊呢一個嘅，可以話俾我哋咧係好好嘅一個默思嘅一個題材，呢個嘅起字。如果大家會再睇入嘅時間，從一個詩字拆開咧，就係個十字啊。但呢個起字個十字咧，如果你放翻落嚟呢度嘅時間咧，係個苦字，係個苦字嚟啊。但係咧。如果再砌翻呢個字咧，係個吉字，吉人天上啊！伊撒亞先知咧，佢話翻俾我哋聽嘅，我哋要萬分喜樂於上主啊！因為咧啊，佢會俾我哋嘅唔係一個嘅假象，唔係咧一個嘅可以話咧係空虛嘅，係一個嘅啊一個時代，而係我哋會面對緊嘅。你點樣將？啊！呢、这、一個嘅啊，士字能夠咧係提升，去變成呢個吉字咧，啊，可以話啊，喺呢個嘅苦字嘅裏邊，將呢個嘅係變成一個嘅善字咧。以撒亞先知好好咁樣話翻俾我哋聽啊，繼續係有份嘅喜樂啦，心靈要歡躍於我嘅上主啊！呢、这個咧係我哋所期待嘅聖保羅。他再告訴我們的時間就會說，我們要怎樣歡樂，即是不斷祈禱，事事去感謝，不斷祈禱。我們會怎樣 去做這個祈禱呢？約翰來到這個世間，他會不會是、變成了是真正有這份的喜樂呢？是的。為什麼呢？這個的喜樂的喜字同返呢啊！聖母嘅一個喜樂嘅喜字，同翻表姐咧兩個嘅喜字咧，係拍埋一齊嘅時間嘅呢份咁嘅共鳴。啊！聖母就會話：喂，要歡天喜地，期待主咧，我哋嘅靈魂肉身嚇，唔好咧係因為冇咗呢份咁嘅善。喂，呢、這個都可以從翻一個善字下，善字可以係。仲唔再死翻咧？我要羊啊，好似羊一樣啊，咁樣聽話，咁樣咧能夠係有呢份嘅柔順，呢份嘅凝聚，成個嘅團體嘅裏邊咧，我哋要有呢份咁嘅感應咧，我哋先能夠咧係可以迎接耶穌基督嘅佢嘅來臨。約翰係一個謙謙，人哋問翻佢嘅時間，佢話：喂，嚇、啊、你係一個嘅厄尼亞，係咪先知啊？咁樣佢話：唔係。喂，你呢個嘅回心唔係，咁你究竟邊個啫？啊，佢點樣去明認佢自己？話我話我乜都唔係，我單單係一個咩咧？係一個嘅 peacemaker， 我單單係一個咩咧？係 rule constructor， 嚇、啊，即係咧我係修直田路嘅啫。嚇、啊，你會諗下一個人誒點、會將自己會話貶低到一個地步？凡事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這個就是聖經裏面咧講翻俾我哋聽呢份嘅奇妙啊！所以唔係我哋去耀武揚威，調翻轉頭應該要咧修直上主嘅道路，係伊撒嘅先知裏面所講嘅啊！我唔係墨西亞，我唔係厄尼亞，我都唔係梅瑟，我係單單一個嘅啊施洗咧。如果我施洗咧？都是豆泥的一個施洗，是使到那些人去悔改的、啊、未到一個上乘的地步、啊、未到一個上乘的地步，將這個士字呢、啊、整個十字架是可以提升的。誰能夠高舉自己的十字架
啊、我哋個個都匿埋，可能咧畫個十字都驚死人，唔知我哋會怕，我哋會驚。啊！我哋唔會承認，我哋會畫個基督徒。你基督徒人哋會畫個基督徒咁嘅咁，啊！人哋都已經講，已經話遮都遮唔切，即係走都走唔切咁樣。唔係啊！啊！我哋嘅呢份嘅勇敢，我哋呢份咁嘅心咧，好似約翰會話咩啊？行到最撈尾嘅時間會話唔緊要嘅主，我咧我認識佢，不過咧你哋唔好認識單單我啊！我要淡出嘅。嗰、那個要提升嘅，嗰、那個要喺翻前面嗰度嘅，啊，會係咧，佢一定咧會係，啊，我連埋同佢咧係解鞋底都啊都不配嘅，啊，咁所以啊，多謝阿天爺，你會再睇翻下，啊，第一嘅嗰度，誒，你會見到嘅聖母啊喺翻呢度嘅係一份嘅高舉，啊，呢份嘅提升翻係嗰個吉字喺度嘅，啊，我唔會話大吉大利啊，即係話呢個係大吉利是，誒。好咁样提升呢个嘅吉人天上遇到任何逆境、任何嘅困难、所有嘅问题、所有嘅障碍，呢啲含含所有嘅一切啊！我哋喺翻出边嘅嗰个马槽嗰度啊！如果可能，我呢啲细路都系路人一路人士啊，见到个马槽咩啊咁样咩啊咁样？咦？有啲人驻足啊，因为有啲挑剔嘅一啲公仔扮仔喺嗰度驻足啊，睇下乜嘢啊，咩料啊咁样嗱，即系会再睇嘅时间咧，会话。提升的嚇係嗰份嘅潔白，係一份嘅喺翻呢個黑暗中間，我哋會見呢個嘅曙光，係會係走翻上嚟、走翻出嚟嘅時間咧，你會見到嘅嚇、啊，真正會踐踏嘅就係讓善係避惡，誒、欸、翻翻去聖母所講嘅嗰樣嘢啦，啊，懷翻嗰個嘅最撈尾嘅時間啊，聖母嘅講嘅嗰番説話，讀經完。唔該，喺翻中間嗰段啊，即係話係唔係第一段嗰度，聖保祿提翻我哋會點樣啊？不要思念佢，大家嗱，大家一齊讀一讀啦。不要消滅神恩，不要輕視先知之恩，但應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啊，各種壞的要遠避。嗱、啊，呢一個咧，聖母嘅一份嘅聖尼亞就會話喺翻蛇山嘅呢個聖母像嘅嗰度咧，搭住嘅啊嗰只嘅魔鬼啊，你哋行翻出去出邊嗰度，你會睇到嘅嚇、啊。上面嗰粒咧係達味之星，上面嗰度啊，你睇下啦，馬槽咧，大家參觀下咧，就會話可能你哋路人一路人字嘅咁樣睇下達味之星，但係啊下邊嗰度咧。另外一粒咧係撒旦之星，啊，佢都會閃住，都會吸引，哇！唔知幾多人，幾多嘅嚇、啊，即係年青人咧，會失咗佢哋自己嚇、啊。我哋以前會咁樣講嘅嚇，有個聖誕嚇、啊，聖誕夜咧就失心夜。唉，你會再諗下嘅時間，係咪會咁咧？係咪會咁樣嚟到去出賣咗自己咧？嚇、啊，沉湎於喺翻呢個嘅黑暗之中咧？嗯、啊，求天主咧。會俾翻我哋去睇嘅時間，就會話哦，原來啊，天主嘅一份嘅佢嘅啊一份嘅提升咧，原來有好多人我哋做咗嘅嗰啲嘅謙卑嘅工作啊，好多好似唔見眼嘅，唔係要突顯自己即係走出嚟嘅嗰啲咧，原來天主咧更加欣賞嘅，更加會俾翻我哋去話啊，原來咧我哋嘅另外嘅一面就係我哋嘅光。好啦，願天主祝福我哋啦！唔好咧，俾嗰啲嘅陰暗面俾人睇。啲年青人啊，嚇、啊，唔會話啊，一路咧就話，咦、欸，點解冇咗部機，死都要喺度打，死都要嚇、啊，你點樣掹佢，點樣扯佢都話，你冇理我，你冇理我，我要打，我繼續打，我要繼續打。你、欸、可能喺翻嗰個陰暗面度，你睇唔到咧嚇、啊，天主嘅一個存在已經 OK。天主咧俾翻我哋嚇，有呢份咁嘅心嚇，我哋會話由翻呢個謙謙，由翻呢份嘅提升咧，會將啊已經阿希已經幫我即係已經做咗呢個告白，我哋喺翻嚟緊嘅呢個聖誕咧，我哋會話嚇 ，God will never say no, but on the green light is always on。
呢個咧就天主同翻我哋係開綠燈嘅嚇。下邊嗰度咧，天主唔會再講嚟個不字嚟嘅。嗰個不字咧，原來你冇呢份嘅提升嘅説話咧，會變成有個是字嚟嘅。個是字係咩啊？文化界個是字等於咩啊？得神我哋喺呢度望嚟望去嘅東張西望嚇，個是等於咩啊？除了呢個之外咧，點解從呢個邊咧？點解我哋呢個字字啊？神神咁解啊！哎呀，快俾佢甩埋添。神咁解啊！喂，嗰、那個字字你唔翻翻你個天主嗰度啊？呢、這個真唔知真係會話失驚無神。唔係啊，係真係諗到出嚟嘅時間，你會話諗到好絕，即係話多謝天主啊！俾翻我哋會睇嘅。黑暗中間咧，你冇見到呢個士字咧，喂，打機又唔知打到乜物物啊！你唔會俾翻我哋而家要停機？誒，你咪話安嘅神，你話安嚟安去安乜鬼啫？安亮翻嚟個天主，俾翻盞燈天主啦，係咪啊？冇咗天主咧，死硬噶年青人嚇，唔好單單純粹打機啊！你冇做咗嗰部打機嘅奴隸，個筆子咧就會話你見到好光明，但係自己咧原來係睇唔到咧，係嗰個自己嘅黑暗。我覺得好多謝呢個黑白嘅一個對比啊，即係我哋有啲設計師幫我，即係再去成個意念咧係演繹到出嚟。好啦，願天主係祝福大家嚇，喺翻伊撒嘅先知書嘅裏邊咧嚇，一隻紅人同翻只羊可以走埋一齊嚟到，係大家一齊嚟到共食嘅。啊！呢、這、一個咧，你會睇翻下咧，呢、這個就係天主啊！我哋好似佢諗唔到嘅呢啲嘢嘛，弱肉殘食啊，乜乜物唔緊要嘅。天主咧同我哋一齊嘅時間咧，呢份嘅真正佢嘅臨在咧，有咁大嘅一個形體啊！好啦，唔知主祝福大家，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嘛。信經裏邊咧，特別係點解我哋去到呢個嘅他因聖神即係瑪利亞啊，最緊要區嗰度咧，我哋要係鞠躬咧，係表示點話？喂，聖母呢份嘅應承係鞠躬盡瘁嘅，我哋值得我哋你會話敬仰嚇，而且咧係帶我哋去到耶穌嗰度。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他所創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他在末世之前由聖父所生，那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那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聖同體，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他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受了孕育，而成為人。他在公爵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而被埋葬。他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他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他還要光明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歸神國，萬世無疆。我信聖神，他是主及父與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他和聖父聖子同受恩寵，同享光榮。他曾藉先知們發言，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中途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聖洗只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和來世的生命。阿門。聖母嘅一個應承就係呢個，就係喜樂嘅一個傳言，一個開始。而
約翰的一個準備，亦都咧係將呢一個嘅十字架係能夠提升一個士大夫嘅精神，讓我哋咧去祈求主佢嘅來臨，而且咧我哋向佢咧作我哋嘅懇求。請為普世教會祈禱，以撒亞先知曾因天主的派遣而充滿喜樂，求主使教會成員在照顧弱小者中獲得安慰及心靈的輔助。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人類的和平與希望，願他的來臨消除人與人的猜疑和敵對，恢復人心的純潔以及對共融的向往。為此，我們同聲祈禱。願我的祖先人的心灵，使他们堪当迎接救主的到来。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愿我的祖先恒常存在各人的祈祷和工作中，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愿我的祖先主父，你向你的子民派遣使者约翰，求你都藉住我们堂区的将临期活动，使我们得到心灵进一步的净化和充实，以喜乐的心准备迎接你的圣子，因我们的主基督。各位请坐，预备祭品歌，让我们一同咏唱颂恩第八十二首，第八十二首奉献身心。
请你们祈祷安全良嘅天主圣父，收纳我哋同埋你哋共同奉献嘅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所下嚟嘅圣祭，为着你哋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这个圣教的应许。天主，求你使我哋恒常虔诚咁样献上祭品，以满全基督建立呢一个奥迹嘅命令，赐俾我哋丰富嘅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愿主与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总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献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理所当然，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先知曾经预言基督的来临，同贞圣母以无可言语的爱情孕育了他，约翰作他的前驱，并指出他已经在人间。基督使我们欢欣期待他诞生的奥迹，好使他再来的时候看见我们醒悟的这样祈祷，欢跃赞颂。为此我们连同天使、总领天使、上座者、宰祭者和全体天君，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你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就来到你台前，和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本周的第一日，基督从死之中复活的日子。你已经高举他，使他坐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食饭这些礼品，使得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的时候，这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大家的去成，这个齐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来的同样这杯灵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大家的去饮，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到纪念我。圣神与同埋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哋得喺你台前侍奉你。我哋恳求你使我哋分享基督嘅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嘅教门，使你嘅子民皆同我哋嘅教宗方济各、我哋嘅主教周守仁枢机、
和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对爱的之中日趋完善，求你都垂念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着天主之母和精荣福玛利亚、圣母正佩戴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天主于父如愿一切送寄我你，情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团结中，我过会与你直到天主是要带这个的喜乐给我们，我们都需要呢是做一个传信者，是将这个喜乐带给人们，让我们诚心祈求上主呢给我们的智慧，还有呢在思想灵里面呢能够好样整顿自己。我们诚心的天父作为恳求，请求我们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出免罪恶，并在一切困难之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作为救主耶稣的来临。中途的话，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个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是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主的平安使各位兄弟姊妹同在，有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活出基督的平安。Thank you.
以我哋练力痛苦嘅天主嘅羔羊，请睇带俾我哋真正嘅喜乐嘅全面世罪者。离苦佢羔羊分裂嘅兄弟姊妹系有福噶。主，我都不起你同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根據天主教發現，只有已領受初領聖體的教友才可以到祭台前領受聖體聖事，其他人士包括未初領聖體的兒童請留在座位上，我們會為你們代禱。兒童祝福將會安排在禮席位。如教友自知犯下重罪，請先辦好告解，然後領受聖體聖事。最後，為保障衛生，如教友希望口領聖體，請先讓守領者領聖體後，再到祭壇口領聖體。多謝合作。領主榮，讓我們一同詠唱眾恩第176首第176首《來亞至聖弥西亞》。Oh.
法，聖母同埋咧約翰一樣咧，啊呢一個嘅喜字嘅背後，我哋要係聲明我哋嘅痛苦，將呢個嘅痛苦咧係變成係喜樂。天主咧唔係要我哋一世係受苦，而係咧俾我哋係有真正嘅永遠嘅喜樂。請大家祈禱。天主，求你廣施慈恩，使我哋藉住剛領受嘅神糧，脫免罪惡，以迎接即將來臨嘅聖誕佳節。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門。各位聽眾，現在係堂區報告及小堂通告時間。本主日共有七項堂區通告及四項小堂通告。堂區通告第一項，堂區提示教友盡早辦修和聖事，準備以潔淨嘅心靈迎接救主耶穌聖誕。第二項，12月24日平安夜，堂區將於晚上7:30喺牧羊堂舉行聖誕晚餐同聖誕聯歡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同時邀請博士會同教友贊助或製作美味食物，一同開心分享，增添堂區大家庭歡樂氣氛。有意參加的朋友可以到堂區辦事處報名，詳情請參閱海報。第三項，12月24日張林奇祭祀主日下午6時正彌撒取消，晚上11時正舉行迎接救主聖誕眾祈禱，凌晨12時子夜舉行聖誕子夜彌撒。12月25日耶穌聖誕節，彌撒時間按照主日的安排，下午6時正彌撒舉行嬰兒領洗。第四項，聖雲師會將於12月23日星期六舉辦聖誕送暖關懷活動，於早上10時由母幼堂出發，到堂區附近派發禮物包俾街坊共度佳節，邀請教友同青年一同參與愛德服務，歡迎有意參加的朋友到堂區辦事處報名。第五項，本堂逢星期二同主日下午2時至3:30在母幼堂舉辦樂融融長者街坊舞蹈班，講解天主教信仰7件聖事，歡迎教友介紹長者親友參加，請到堂區辦事處報名。第六項，2024年每日聖言已經出版，本堂鼓勵教友購買，大家可以藉著每日讀經同祈禱，信賴天主慈愛守護，滋潤自己的靈性生命，學區辦事處入神。第七項，彌撒前後慈悲香港團體於地下大堂銷售明愛天倫聖誕曲奇籌款，收入將用作支持慈悲香港關愛貧乏者的服務，請各位教友慷慨支持購買。小堂通告第一項，義工招募，聖律師中學天主教家長會將會為巴斯高青年中心的參加者預備聖誕節禮物，並於今日彌撒後包裝禮物包，並於下星期12月24日下午4時派發聖誕禮物和唱聖誕歌，歡迎各位兄弟姊妹同親友參加呢項有意義的活動，陪同各小兄弟姊妹歡度佳節。有意參加者請於彌撒後到小堂門外集合。第二項，聖雷斯中學天主教家長會將於12月24日晚上6時至8時於聖雷斯學校雨天操場舉行聖誕聯歡，歡迎各家長會會員和小堂教友一同參與，
費用全面，歡迎預備成分。有意參加的朋友可以同活動統籌帳單聯絡。第三項，請持有協進會聖律師中心的會員於彌撒後到 MMLM 室開會。第四項，彌撒後誠邀各位信友落步，一同重念集念善中經文，為亡者祈禱。報告完畢，主有各位請起立。咁我哋咧會有嘅呢個 Christmas Calendar 咧，會係翻12月23號啊，係會喺翻觀塘咧，係一個聖律師嘅一個舊生，佢有一個石室，咁喺出邊有個空地咧，我哋人仍然咧可以係真係聖誕咧夜班瞓啊，我哋可以咧喺翻嗰度做下少少嘅一個見證，係將主耶穌嘅啊呢份嘅喜樂咧帶俾人。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係頭先講噶啦嚇。10月24號咧，會呢度嘅嗰個青年中心係會咧係請所有嘅呢度嘅街坊，我哋都知道咧，呢有好多嘅啲啊兄弟姊妹咧係住劏房嘅。啊，我哋特別咧係希望佢哋能夠得到咧就天主俾嘅一份嘅喜樂啊。咁我哋頭先都聽咗啦。啊！呢、這個嘅喜樂咧，唔單單我自己擁有，我將呢個喜樂咧要揚出去嘅，傳出去嘅，好。咁我哋會有啊呢、這個嘅進教之後嘅講父親。咁咧，你嘅單張上面嗰度進教之後聖母降福經文，上主的聖名是我們的座右，因為他創造天地，萬福瑪利亞。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天主圣母，荣福的精女，我本求不到你的恩庇之下，在今日中幸运拒绝我们的哀求，但请祝助你一切危害。瑪利亞進教之友，為我等祈。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願我的呼聲上達於你。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眾同禱，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一聖神的功能，預備了榮福同藉瑪利亞的身靈，使其合為你聖子的宮殿。求你使凡樂意敬禮聖母者，能他仁慈的轉達，能全免一切現世的罪惡和永遠的喪亡，因我們的主基督。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好啦，讓我們能夠懷著這份的心，將這個喜樂引出去，彌撒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讓我們一同詠唱《頌恩》第177首，第177首，人類救主，請速速降福。You're so
事事都經文，求事事中經文。請大家等一等啊！我哋咧都特別係為Even 咧，佢係有個 B B， 即係我哋一個嘅 C P A 嘅老師咧，佢嘅 B B 咧係喺 I C U 啊，生咗個 B B 出嚟嘅時候咧，喺 I C U 我哋都為喺呢個 B B 嚟到祈禱嘅，温良的天主，我是我是恩惠的慈父，你是我生命的造主，救赎的恩主，圣化的故事，就使我们将来通过死亡的关头，在这个世界抵达你座前，在你无限的爱情中获得永远的安息。阿们。圣女玛利亚，天主圣母，我的慈父，求你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着我，使我能带着上主宠爱而去世，我的灵魂也能同你一起到达天主公义的座前。大圣若瑟，你在临终时恳恳耶稣和玛利亚陪伴着，你又也赐给我将来能获得一个圣善的死亡。在主人回来时，醒悟着的仆人才是有福的。主耶稣，在你来召唤我时，使我也醒悟着，在那最后关头求你垂怜我。死亡藉着罪恶进入了世界。圣父，求你以救主耶稣的牺牲，光照我接纳死亡的奥迹。圣父，我愿皆同在山原垂死的耶稣，奉献我自己的终期，以补赎我的罪过，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皆同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以挽救众人的灵魂，愿遵行你的圣意。圣父，我愿皆同世人所抛弃而行将弃绝的耶稣，奉献我的死亡，当作祭品，以光荣你，愿遵行你的圣意。你们若死了，你们也要同基督一起复活。因着圣洗，我加入基督的死亡，已经被埋葬。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也应当到一个圣善的新生活。所以我应该是誓死远离罪恶，而活于天主的人。求使圣体圣事在现世的旅途中成为我的力量，永福的凭证。主，请加同我同在一起。弥撒圣祭是你死而复活的奥迹，求你使我每日在这奥迹内找到力量，为天主及近人终身服务。主，请加同我同在一起。请众同祷。主耶稣，你曾说过，谁相信我，即使死亡也要活着。你已復活戰勝了死亡，求賜我能以希望將來的復活而生活。為我們當中首先去世的會友祈禱。死在主懷中的人是有福的。為已故的會友祈求安息。上主，我由心願向你呼號。我主，求你俯聽我的呼號，求你真意俯聽我的哀號。上主，你若細聽我的罪呼，我主，有誰還能站立得住呢？我是你以呼主為懷，令人對你的喜敬喜樂。我仰賴上主，我靈期待他的聖言，我靈等待我主被艱苦所擔任的事。請以色列民仰賴上主，應恥於甘苦待旦，因為上主富於仁慈，他必慷慨救援，他必要拯救以色列民脫離一切罪根。望主賜他們永遠的安息，並以榮光照耀他們，使他們永享安寧。阿門。宣教之後，為我們祈求，人道得勝，聖神之名。阿門。